是那么简单。比如说要规划，你这样营造费用多少？好、哦，啊，营造费用多少？啊，你要起偌久？啊，要转换，全力转换。啊，你这样一平分几平，剩下多余的来卖掉，付营造费用。那边真的是什么？送小孩子去补习，大人去补习，公园边啊，就当场就拿个针，就打针对。所以我们女儿都是爸爸妈妈护送去补习班的。看从业人员分配的问题，现有店面的住户他们希望还是现有。对啊，大家都。但面积能够加到多大？哇，主要是说面积能加到多大？